有一个老和尚写了四道算术题，二加二等于四，四加四等于八，八加八等于十六，九加九等于十九。徒弟们纷纷说道：“那师父，你算错了一道题。”老和尚说：“是的，大家看得很清楚，这道题我算错了。可是我前面算对的三道题，为什么没有人夸奖我，而只是看到我算错的那一道题呢？”我们做人也是这样，别人对自己好一百次，只要有一次对你不顺心，你就会把过去对别人对你好一百次全部都可以忘记。所以这就是一百减一等于零的人性的道理。做人要学会多记别人的好，少记别人的仇，不要因为一点小事就否定了一个人的品行。谁都有不足和缺点，谁都会自私和犯错。所以在家庭生活当中，在与人接触当中，我们要多多看到别人的优点，少去想到别人的缺点，这样社会就会和睦，家庭就会和谐，世界才能和平啊。常常能够记住别人的好，用一颗感恩的心去生活，你会得到慈悲。其实人生的一切皆属虚妄，学佛人要懂得，我们彼此都有缺点，所以要包容一点。我们都有优点，所以彼此要学会欣赏对方一点。我们都有个性，所以彼此要谦让一点。我们都有观点，所以彼此要相互接纳一点。我们都有悲伤，所以彼此要多多的安慰对方一点。我们都有快乐，所以我们彼此都应该分享给别人一点。上辈子的缘分让我们生活在一起，彼此珍惜吧。前世的缘分，今世的相识，请珍惜生命中的每一位家人朋友，不要让自己总是后悔在失去的痛苦当中。